这应该没事，往上面抬起来就好了。嗯。 没法用吗？嗯。应该在上。嗯，你插下去就要重启一下，因为它一直在异常状态。啊。重新投。 投完币，然后测完之后又锁定了，没线了。它就一直这样显示？没有，等会会退出来，显示30秒会退出那个 off 界面，不提示锁定状态。嗯，锁住了，再投一次，又解锁。连续投2次的，我可以测2次，锁完它就没有解锁。 那再投一次呢？再投一次，就可以测2次是吧？他测完这一次还可以立马测一次。好。本来那会是锁完之后测2次之后只投了1次的话就按不动了嘛，对不对？嗯。好，那你会变成立马就变成黄色的吗？红灯吧，按道理我们是说红灯。 直接这种的，还是绿灯，说明还可以测，也可以运动，可以立马开始测。啊，等一下啊。 测完又锁了，好，OK。